主料，白菜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醋、白砂糖、水、鸡精、葱、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食材，只取白菜帮，切成大小合适的薄片洗净，把两勺白糖、适量醋还有少量淀粉加适量水调成汤汁待用，葱蒜切碎，锅内放油，葱蒜爆锅，倒入切好的白菜，倒入调好的汤汁，翻炒至白菜均匀，倒入适量水炖10分钟。烹饪技巧，可以先炖白菜后放汤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